上飞机了。被踹着肉了，不灵了。他们全部忘了在那边了。对，特别的食物的。等上班。这边可能是一个山洞，就是他们家。上面是吧？还有一只小只的，那个是也在里面呢、啊，我看到手了。他拿东西是拿东西给他。哎，徐静啊，应该是你要走哪？在打架，在人事分手。他有人。我们在看医生。好不好放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我，我现在是不想躺。
你也这样子，我过了。那你你在家睡觉？这样子。Thank you.